Okay.60跟240真的是差很多嘞。疯了，会死在半路上。只要跑就对了吗？我真觉得会有人无聊跑进来这种。叫阿爸，姐。就像以前那个什么，是什么 ？Info 还是虾米 Info？ 忘了。Hello？No。听到下车声音，
还有 Venice。要给我灯突然照过来了。这是什么？猪？那怎么会有猪死在这里？然后是恐怖电影的话，就有一辆卡车会冲过来撞。哦，农田。有问题，多声音啊，一直在拎啊。等一下，这里也太多猪了吧。哦，原来啊，那是小鸡哦。走开啦。拜。呀呼！哟呼！帮小鸡鸡开门。进来吧，伙伴们。叫恰恰啊！推下来，拜啦！好高哦，营养之药。那是可造之材。太粗。
那是虫虫还是什么啊？还是蛆啊？好大，好恶心。哎哎哎，好，好黏啊！哦哦哦哦哦，这是怎样瘟疫哦？哎呀，你看那只猪的屁耶 ！Oh my god！ 哦，被缸了。可以吗？我自由了，哎，怪的，这是末日呀！等下，等下。是什么集中营哦？为什么大家都要并排在那边在排队？
有嘞有嘞有嘞有。火窗，烟，好当我没讲。哎呀，伙伴们吗？这种感觉是老鼠。黑色的鸟，要把上面那个打下来。在自动转吗？过不去，主要是他那个卡的吧。啊，该不会，对对对对，来，然后阿尼 ，open up， 不要，不要。下去，幺八嘞，不拿榔头吗？按钮密码，废弃车站。嗯，我还是比较想知道刚刚那个卡车到底是把那些人载去哪里。哎呦 ，D R 要滑过去。一号，人被叫去那个了、欸。
重点是他们怎么走路那么急。Oh shit！这是怎样走路？这是僵尸你。哦，哟，怎么又是这种坑？这个要电是不是？所以那个一定要开。
记得自拍或者怎样。我可以走了吗？我不行，还有人呢。哇！喂人哦，乖啦，从你妈的起，啊你啊喂，啊，喂搞我干啦？哦，我的脖子，还是要等他跑下来，然后再跑过去。哎，哎啦！
克。在上让我呼一下，高度感觉不够。看到什么就是按下去，看到就要给它按下去。哇，这有东西垫呢。司马开门，
拉不开。哎呦！啊！打水卫生膏，会不会是要先去右边那个门里面？把东西拿出来垫。还是水里有东西。应该是有东西可以垫或干嘛才对，或者是要把东西从上面推下去。因为这里进不去啊，所以至少要有东西从上面来推。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。过来。电池诶，哇哦！诶，反不反呢？哎呀！哦。
Oh my god! Oh my god! 啊，你们怎么不走？哦，信！这里怎么有光？哦，信！它的无光区在哪里？在这里哦。哦，血要跟着移动。Oh my god！ 他跟着影子移动，哎，尴尬的。快快快！叫！这种就只会想要赶快按跳啊跳下去，可是会摔死。Hello， 那一种有发光。没有人，没有人。会不会一上岸他就突然跳出来卡卡？好的拜。这种老梗还冲出来，就去跳进水里。游泳啊！我的天嘞！会哦，哦，哎呀！哦。
用力的一指把它吃掉。你就是看，掰啦！好险！好好的楼梯不走，有光，对。流水体轮上来。谢谢。那边有什么宝吗？是有什么东西要弄吗？不能撞开啊！哦，它可以冲撞。
是老鼠。这好像是废弃的船。推到底。啊！耶！原来就是这样用的。哇塞，地震，炸弹，不能拉。哦，哦，耶。呀呼！哇呀！有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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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！飞落去。这是要把它开过来的意思。啊，不对，这样的话要把水位上去。还是他可以用，玩得过来。哟，阿三惊。刚刚有东西在游诶，没拉上。Oh my god！ 中楼梯。一直向下、啊，一类，哦，有有有，
克是大脑。巴洛蜜。要怎么过去啊？还是要叫他去开？会开吗？上不去啊。还是要我下，然后让他踩在那边，然后让他上去。来来来来，上去。掉他！然后呢？淤竹深渊游泳。而且水桶器
队上来。还是那样嘛，我还是先把那个灯啊，那我刚刚没有啊，为什么没把？乖宝贝，你以为在玩一个三木头人哦？欸？拜！躲开！欸？欸？啊，完了！我操，打女鬼啊！不行，直接这样撞我会直接把我咬死。
怪退散。撞到一定会立马没电，那一段时间他就冲上改嘎过挂，还是要先撞这木板。掰啦！哦，终于上陆地了。阳光沙滩比基尼。芝麻开门。Oh shit！ 我告了，我需要老小弟。对啊，应该是可以开门呢。来就不得是搞。啊，短小无力。Open Power 19，哦，要19个人呢，我要去捞人来。兄弟姊妹叫过来，二，这一直是需要两个人信息，果然。这里有个梯子，感觉这里不能先走，要先去上层。
Hello，Hello。啊，这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逃走的那个啊？尴尬欸，我好像出不去嘞。泰山来喽！一号。听清你的药，不要说不行。对呀、啊，挂，挂了你，跟着我走。对对对，就是这。对对对，把我抬起来。很好。来跟我来架，来跟我一起来，那再往前，再往后。乖乖的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把我抬起来！哎呦，你倒回啊！要让他小麦接住嘛，我来了。来，就定位，就定位。一二三，对，很好。
还有。对呀、啊。飞不上去，啊！哎。不拉他的话，他可以飞多高？还是要下去他那洞洞？压死！还是要跳起来？还是他一开始不能有压力，所以要把那个放旁边，他起飞的那一瞬间，然后踩着那跳台跳上去。哇，歪了歪了歪了！控制不到，还是哪里没弄好？
OK， follow me， 过来宝贝。卖宝豆，卖宝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是不是需要我挖？来。我都在哦。该不会是什么隐藏点吧？还有火把，哎呀！灵魂，走宝贝，阿弟阿们走喽。先去中层，然后把那个一开始拉不开的门去把它拉开。来来来，都上车哈。买啦，松开啦，不要啦！哎呦，要不要？刚刚是这个闪电在闪，不是啦，也来啦，他们要把我丢过去的意思。来爆台下，
大堤三楼。我来救你啊 ，Rocky！ 加入大家庭，走了走了走了。
要计算它的那个嘛。连吓到人都不会吓到，这叫恐怖游戏。Oh my god. I can't breathe. 等一下，我要从哪里出去？等一下，我不能呼吸了。溺死了。这我觉得这不算恐怖游戏呢。芝麻开门。
他的始祖就是那个什么 Limbo 还是虾米宝哎，最早不就是那一个吗？Open door。你叫我当泰山，也没得。我到底可不可以逃出去啊？我还要逃多久？翻小了，应该没错，应该是先拉这一个，再拉这个才对啊。到底是哪个步骤错啊？还是我的 tempo 错啊？然后呢？啊，是那一只。刚刚在水里咬我的那个水怪。啊？啊，我大概。这个还要再往上，这个是不是可以到更高？这个可以到这，然后按这个。那就是。这个先哦，我在这个。应该是这个先拉，然后再拉这个。啊，我知道，知道。这个要先拉，然后再拉这个，然后这个上来，这个过来，这个等它弹上来，然后再开这个，然后再下来。准备。
界。哎呀！凶哦！北西才跳下去，可恶，就是要跳下去，我不会被他咬吧？宝贝，醒醒 ！Follow me。对，他会不会来咬我？花朵在，亚米德，亚米德，亚米德。没啦 ，no， 大声说不，还没得，大声说不。哟 ，no， 没啦。乖啦！还不知道他是公的还母的嘞。到底是往哪？啊？不懂呢。买它！什么？你攻的母的都 OK， 到最后被捅的是你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他会留在这，然后离开嘛？他直接在下面了，然后他这个会往回滑吗？然后滑到这里就滑回。然后他就在你的肛门，教练，我玩一下。
哦，应该不是欸。小好奇。还是要回来的一瞬间。真正是安尼哟。啊，我到底可以离开这个鸟不拉几的地方？呀呼！拉拉鸭，还是要转它，好推哦。所以这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卖来啦，哦哟，刚才走一次耶。这才一半，要命。やめてー。该不会是按两下吧？反正四点半没玩完，我就晚上再补啊。啊，やめてー。要。游得比你还快呢，所以一定要关门。这样游太慢了。卡住了，卡住了。上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它是可以开两次，可是第二次你要关的话，你要有一定的高度，不然你会被它撞到，你会撞到门，然后就被它咬。
你看，你要算时间呢。哦。还是要先这样，来啦！嗨！他真的是阴魂不散呢，到底是从哪来的？shit！ 哦不，你到底从哪来的？然后这次活比较久哎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什么自习普嘞，我不要啦。干嘛？他会被电到的？还电啊？我现在都不能动哎！还是我要进化跟他一样？要变鱼饲料了。欸，那一只是什么？也是尸体吗？会呼吸又是什么人体实验？然后那个女的，就是不管她男的还女的，就是被实验，结果她就只能在水下。好，走开了鱼。三呢？
他连这个门都开了，就在叫我进去。假如这是恐怖游戏，就会转起来把你的脑袋撞。抓着吧，我忘了他会跟着那个光影动作。那里是不是有个洞？没有，我还以为是个洞。
安徽啊。哇，咖喱玛西打才怪！等一下，大概是要从这边进来，然后让水下来了。不能移动。啊，有什么含义啊？还是要把它弹出来。舒服。应该是要推到这斜对角，让它飞上去哦。然后要把它打开。超麻烦的，还要这样绕一圈呢。一二，前面有东西吗？所以我是要进水里的意思哦。这个大概是要在那个先这样拉它拉过来，然后再拉它。比起要解密简单多的动画是北七你。还有这里的人为什么都倒吊死了？哎呦，蛋呢？靠腰。他竟然救可我，我还以为那个拉掉就是要那个嘞。
芝麻开门。我以为那个电池要拿来开什么的，就骗我，我吓死。啊，又是集中营被关起来的人。看不到我。004。艾小利好友思宝干，我现在到底在水里还？温情过寂寥，好困未少。就是把它弄到中间去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要在那个上升的时候，啊，那够唔丢呢？啊，我知道了。
这个要拉回来了，要放在那平台上面。掉下来，然后再弄这个高度，游泳。啊，这是游戏图还没死，应该是，这是水雷哟。那个饼哦，啊，又来，刚是不是有看到有人躲在那箱子后面？哇，它是倒吊的。这游戏到底是多惨，这感觉好像快结束，可是又好像不结束。刚这里我不是看到有一个欧郎吗？哎呦，哎呦天啊，嘿嘿嘿嘿，这三小一行啊，哎，看把 baby 包丢上去，嘿，万岁，丢高一点啊，啊，不是这样哦，好好好，一方案，我记得这上面有水，对不对？好像不够高，要把水降下来。干嘛？万岁！阿力，你是要爬起来了没啊？最可怜的一个还摔断手脚。对，宝贝，把我丢上去。Follow me。Follow me。来，宝贝们，把我丢过去。咦？
啊，现在是安怎？哇，一堆人在佚佗呢！啊，现在到底是怎样？我跟他们一样跳下去哦。谢谢。上啊，阿弟啊！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都上来！撬开它！谢谢，拜拜。这里是做什么的？芝麻开门。上去，他们到底是在看三小？阿姨。楼下有东西。
觉得要先去楼下，因为他们都在往下看。开启。啊？他会立马关呢、欸？还有什么东西要弄？还是我要先去上楼？感觉要先去楼上。是说刚刚右边有个那个什么红不漏斗的这个、哦、不能拿，还是要穿过这里啊？不能。左边有没有东西？芝麻开门，还是等一下？
它开水之前启动会立马启动，还是要运转？在那之前，我先拉嘞。阿姨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脱光光了，靠腰。啊，我要变成那一只了哟。哎，卖搞你呀啦，白痴哟。哎，卖搞你呀啦，白吧哦。帮你们啊，我还被你们抓。毁啊！变成一个漏气哦。看屁哟、哦！啊，看屁哟、哦！啊，所以，啊，你现在要干嘛？还是要去撞破玻璃门？老套路。还看还看，哎、欸，玻璃好像破了、欸，还是那个要抓，抓那个，来看呐、啊。
赶快跑来站在旁边看。归大自然，帮我洗一下身体，红红的有点脏，帮我洗一下，谢谢。好，回家喽。哎、欸，那个红红的有问题。很小。好的，对吧？过来。好聪明啊！往上举。哇！好棒棒！不！哎，不对啦，过来啦！对，举起来，哦，歪了，举起来，歪。小屁哦！哎呀！哎，你看那些人还在后面看。阿迪，哦，开门。能开门吗？不能开门。还爬楼梯吗？对，开门。哎呦，谢谢。谢。还有这么有良心？那谁呀？这里我怎么好像来过？要往上还是？举高高。没意思啊，还在拉这个。还在丢他，他说有火要烧他，好，还在往海高高抬高高，
哪里有按钮？哪里有按钮？左边，我看看。哦，这个吗？感觉不像按钮。哎呦！回归大自然。掉进去吗？哦，啊，要去拿木箱，然后拿烧了。废物在利用，走喽。这种肉球应该要 做成一个游戏角色，你看多可爱。你奶奶的跟我开玩笑。球好烦哦！好，地球，哎呀！要不要跟我合体啊？不然你在那边躺着痛。哎呀！拜拜。
他。绕跑小男孩就变成一个超级大肉球，什么奇葩故事啊。他来一次，谢谢。这么友善。看那么多人直接跨山峡。哪来的？哎呀！把我当小丑呢？玉你个蛋蛋！我要迈向自由。应该快结束了吧？都已经变四不像。单回肉弹重击，肉弹重击，回归大自然，现在站在一座山上。欸，变小了欸，不能动了。
然后呢？好，结束了。所以这故事到底在讲什么？我只知道一个小男孩在逃离，为什么要逃离公司？然后结果就变成一颗球，然后就没了。他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？还有隐藏的，我不想为了解隐藏剧情然后特别去破，隐藏剧情会不会跟那个长发的有关呢？因为没有解锁到那个要的东西吧。Oh.